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10月21日，星期三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一到晚上，院子里到处都是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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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地上到处都是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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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听说你交了一个中国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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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做什么事都很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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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后悔小时候没有好好学习钢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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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团旅游既不自由也不便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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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了一天，累得不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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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件事有点麻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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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请你帮助我，又怕麻烦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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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先打开电子邮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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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非常高兴收到你的邮件。非常高兴收到你的邮件。非常高兴收到你的邮件。
非常高兴收到你的邮件。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能自己做决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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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很想去，可惜没有时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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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空儿常来我们家玩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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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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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好像闻到了我妈妈做的饭菜的香味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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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好像听到了老师的声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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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很想念家乡的咖啡馆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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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不用担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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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有点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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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和我的同屋打算搬到学校附近去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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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希望早晨可以晚一点起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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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中国人说的话我还是听不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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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假期我回不去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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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您身体健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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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语越学越有意思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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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买东西的时候不是越便宜越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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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怕说错越容易说错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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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。拜拜。